翻转以后，它本来是这样，它忽然变这样，再这样。假设你是水平的变垂直的，你本来横比竖若，竖比横若，这个时候你就这样转过来了吗？这一套比很深，我在日本，有一天我问西岛先生，西岛啊是日本二泉社前任种族片，日本最有名的艺术评论家，今年八十三，比我大2岁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用什么笔？对，他反问我说你用什么笔？我当时请人翻译的了，兵家必争之地。OK。日本的陆军发源地常州就在那个地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熊前是地名啊，就是它形状6层楼，一楼是卖纸张什么，二楼是卖笔的。这个日本很有意思，你进去的时候，上来招待你是女生，穿了制服的，那个男生阶级比较高，西装笔挺，在柜台里面的。那我就写，我说请经理来，有女孩就请经理来。那我就写有没有熊前笔，他说没有，我说何处可以买到，他就不肯拔了，因为他不愿意丢了生意嘛。那我就回到展览会场，杨医生在，我就跟他讲，他打电话到荣丰斋，荣丰斋一听，我们就派了个经理来，中国人就推嘛。OK， 如果你用拉的是什么样的，你把手啊放在这里。就拉，推呢，手在。OK， 你是拉，你是这样的，就是拉。OK， 那你怎么样过来呢？就是横比竖入，竖比横入。OK， 你原来啊是推的，但你进去以后，你转了个90度，你就变拉了。你一转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就到了中间。但是你记得，你这边包过来，包过来又变推了，你就是平的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等到你横笔竖入以后，下一笔是直笔，因为你既然是转折，表示你的笔画改变方向嘛，你方向不变就一直下去了嘛。你要改变方向，假设你是水平的变垂直的，你本来横笔竖入，竖笔横入，这个时候你就这样转过来了吗？就是竖笔横入嘛，就是你汽车转弯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转的少，那个地方转的多嘛，那个轮胎在里面的小转，在外面是大转嘛，那你就变成右拉了。你懂不懂？道理非常简单。如果再接着往左走呢，那怎么拉呢？啊？如果就是刚刚那个地方接着往左走，那对，不是怎么拉？OK，好，这个是这样，对，你这样子，这样这样，对，再往左你这走，样，一个大转弯，是的，但是你还是中间。OK， 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下讲怎么出圆，怎么出方。你们呢是写到这里，拎到空中去，在空中转了以后再下来。我们呢是利用顺时钟、逆时钟。就是说你本来是顺时钟，一直转下去就是圆，怀素，怀素的秩序贴大部分是顺着转。怀素啊，它都是圆的。南宫呢叫翻转笔锋，它本来是这样，它忽然变这样，再这样，它就会顺转，顺时钟变逆时钟。是我这个转的时候，两个没有 overlap， 所以我变得很粗，变得很重了。王羲之如果写的话，他这样子就，他我不会是。就说生化它转过来的时候，它不 overlap 了，它是用笔尖。我看你这样写的吧，啊？我看你给我写那字就这样写。有时这样是那样，但是我基本上我用力比王羲之重，这已经习惯了。打小孩，有人打得轻，有人打得重，你打惯了，这个没办法。王羲之写字比较小，对对对对，王羲之怎么变成书圣？但我们知道他走的路跟我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学的对象都比他晚，
你有没有学的比他早的？干嘛？啊、哦，没关系。换一个。啊，没关系，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。这个我们比他晚。OK， 他学的对象的字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呢？就是找物理性，这个是通性。你懂啥？他也要尊重物理原则，我也尊重物理，我的方法不一定对，但是我们原来那个方法一定错，你懂意思？嗯，我们原来那个方法一定错，因为他没学过。当然你可以说我不要他，我要别人，我要学赵孟頫的事情，我也是，你懂意思 ？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再来写。那个大字，我最近自己在学大字。这个像我上次讲，我原来都是小字，后来王献之王兄把我的字放大36倍给我看，干嘛呢？要我教他怎么准。你写一个福字好吧？东晋啊，造了个宫殿，要王献之去提匾，王献拒绝，认为是侮辱他。谢安就跟他讲说，曹魏建宫殿的时候请了韦诞韦中将去题字，表示说大书法家写过这种字。韦诞的故事啊是这样，造好了，曹魏造好了宫殿，把这个木头钉上去发觉空的，就用绳子把它吊上去，用个篮子叫做空中写的。韦诞下来大怒，跟他儿子讲以后不许写字，认为受了侮辱，啊，王献之怎么答？因知魏德之不长年，因此知道魏国那么快亡国，不尊敬知识分子。呀，这个是世俗性的话，因此知道魏国的德不长年。哎，我这背给你听啊，因知魏德之不长年，因此知道魏国那么快亡国。要有书法家写大字，哎，到了明清大家写大字了，哎，但是可以说，明朝写这种字最好的是严嵩。今天北京有一个腌肉店，是不是火锅店之类的，叫六必居，是严嵩写的字。后来因为严嵩是坏人，把他名字拿掉了，六必居没看。自溜的、哎。但是你知道。中国书法是没有一部说严嵩是书法家，没有一部，倒不是用坏人啊，秦桧是书法家，就是写大字不是书法家，为什么？没有行气的。哎，今天你把王羲之的字抄一个字下来，把它放大，这个算什么王羲之？你要看到整篇的呀。状元是谁？榜眼是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个你不知道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、传儒，真正文章好是第四名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哎，这个要跟你讲，中国的科举每次有三个大主考，第一大主考有权一个人决定状元，第二大主考有权决定榜眼，第三大主考有权探花，一人可以取一个。叫祖宗有应得，这个大主考喜欢就行了。下面就是大家一起改卷子，每个人卷子啊有17个房官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19个房官，三个大主考20个人改，打圈，三圈最多，二圈一圈，改完以后数圈，数最多就是第四名。OK， 红，如果两人平分。数红圈，因为三个大主考用红笔打圈，17个房官用黑笔打圈。这个儒啊，就是名单；传就是传达。为什么大主考年纪太大？你叫他念100个人名单累了，就找这个年轻的学生来。所以他第四名就是传达。哎，这个不是很缺。OK， 你要这个要不要写名字？对，正方形，刚好变成一个等方。Yeah.
啊，这个叫给建华处理。张老师，这个是杨泉，他没有你的字，进球莫保。所以我一辈子写钱怎么从来没写完过，越读文章越差，你知道吧？像我们会作文的看那个是狗屁文章，当然已经很难了，它是一千个字要去硬凑它，可是文章本身实在太长，不长不短。千字文的目的只有写，是因为当时啊，和尚庙里的抄经，他把它抄错字，所以呢是一本字典，对吧？他就告诉和尚们这个字要怎么写，这个字要怎么写。是，你哪里有去拿一本字典抄的人？看到二王写字的方法，他说：“臣恨二王不见母法。”这是。所以二王没看到我写字，孝成这么大胆，他是智勇的老师。所以大家怀疑智勇这个千字文的那个主本是梁武帝给了萧志云的。OK， 智勇呢是王羲之的七世孙。现在有个公案，就兰亭怎么到唐太宗手上？通常说法是讲，唐太宗去辩才那里骗来的。辩才呢是智勇的学生，所以讲呢这个兰亭可能是智勇交给辩才的，但是唐太宗怎么知道辩才有这本？没有记载，就是萧绎撰兰亭记什么东西的，讲这个整个故事，我怀疑是虞世南告诉唐太宗的。虞世南是智勇的学生。OK， 但因为这件事情不谈道德，有点破皇帝马屁，所以大家不提了。那就请阮老师，松风水月好了，以圣教序的OK， 圣教也不能学，圣教不能学。老师，我小的时候不圣教。OK， 我有一个版本是有证书皮的，石头版的，现在苏建华在卖了，那是我祖父买的，这唐朝墓的圣教序，您的圣教刻的圣。我的圣教学，我在领得高兴，我的老师书法李相长就跟我说这个不能学，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有道理的，因为圣教只能学王羲之的字，不能学他的安排，他是习的嘛，王羲之当年不这样写的，你一个字一个字可以学他，那右老好了，明白，高寻白玉也修得我就写这一段给他，为什么圣教不能学OK， 我的毛病是什么呢？我脑筋太快。我年轻时候写文章啊，正式发表的，我写小说真的，大概一小三千字。OK， 最近死掉的李匡，他照的基础上一小四千字，比我厉害。我问过李敖，他是两千字；我问过佛阳，他是六百字；我刘兆玄跟我一起写，我也说他是三千字。OK， 所以我写的可能太快。假如你们要照的话，要把它放慢。我说世人学右军多自圣教入手，此为大错。okay。我说
该习字所习字而得者，本非出于大王之手。是，他不是他写的吗？一笔，这个就是王献之，是什么样的？王羲之啊，是三个指头转，余文是五个指头转，对不对？一样，转到底拎起来，再写下面，所以他的字是不连的。王献之呢，是拎过去再回来，所以他 two way traffic， 就是你开 three way， 你到了底了，你这一下交流道走罗扣再回来，但是。如果你 freeway 是个 circular 的，黄线字就不停的转。OK， 那我们写字的时候，即使手拿在空中，不在纸上，其实是连续的，它只是不在纸上而已啊。你写字的时候，你到了空中，再回到纸上，你中间那段手也在动的，它还是 continue 的。OK， 只是。王羲之把他拎到空中去，王献之不拎到空中去，所以差别在哪里？是你脑筋跟手能不能追上他的速度啊？是，并不是在拎不拎起来。王羲之他们拎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写下一个字要考虑一下，他不能马上落笔啊，就是 GPS。如果你已经路很熟了，你不要看 GPS， 你就自己开了。你路不熟了，你要看看这边，停下来打个电话给老徐说，哎，下条岔路应该右边还是左边呢？是，这个意思。是，那你这个时候，像这个文章，我是跟他讲话想的，我并没事先知道的。是，我写这个字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的。是，相当好。是，这个就是 spontaneous。是，那中国的文人就应该这样。是是。我小时候看我爸爸去提个诗，上去玩了。把耳朵不留都撕掉了，那都是台湾名家，什么余游人来家庭的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撕掉？哦，他说这个不是创作，这是游戏之作。我到了北京，还钓鱼台宾馆大桌子，后面挂了四张起功，四个款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能挂这个，他说为什么？我是小富人家。可以勉强凑一凑四条符，你大富人家这个四条符只能有一个款，表示是围了这个四个街的，不是凑起来的。他说不挂可惜，我说你挂四个房间，要是放在一起啊。哎，他说我们去查一下，他是钓鱼台造好的时候，请了中国有名的书画家、艺术家住了三个月，写了很多作品。他我的仓库找。有没有四张神奇的？福田提的字什么？温故知新。不可以的。姓温的死掉才能有新的。他怎么会出这个大错？哎，你们想，这个中共的外务省啊，日本的外务省一定先告诉中国国务院写什么字了。中国要同意他才能写的。表示什么？中日两国的水准都差。周恩来不会犯这个错。我一看，我就跟太太讲，怎么会写这样？旁边一个姓温的，他怎么写温故知新？不可以他。你不要笑，不要笑，这个就是整个水准差。水准下掉下来了。我十三岁，我1942，他剪了100张纸，他的每张在动。50个书法家，50个画家求字求画，他那个时候是中央日报社长，就是大陆的人民日报社长，就是吴乔木了什么邓的什么那种地位，那当然大家都巴结他了，给了，给了以后他就一张张解释给我听，哪张好哪张坏，到了普星宇普说这张最好，现在在我手上，
就问他为什么？是什么呢？嗯，他说一个满清的王族要写诗送给民国的大官，就很难写。啊，你把我灭了。是是是。但我爸爸招待过溥心宇，在杭州住了两年，供他吃住。啊，是。交情很深呐、啊，所以八句话把双方的来往、爸爸的学位、官位，真都写出来。所以我爸就跟我讲。你将来写东西给人家，不能不如东海寿比南山，不可以的，一定要切人实地。啊，是是是是，受教受教，懂我意思？是，呀呀呀呀，所以我常讲，你到我这个位置，当然这样对你才有价值啊。是是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老师，我可以有。我们待会儿到里面就这样。对，在那里如果横过去的话，正好让整个的大部分是画家，很多都是画家。画跟我们不同在哪里？画是最后的成果啊，不看那个过程。书法你要看，所以画是个 picture， 书法是个反面吧？是个立面。呀呀呀！这个纸是王老师的纸。王振立的字，王振立的字，盘下来。那如果是单身啊，就是先生，某某先生夫人。哎呀，这中国的规矩，我太太每次把我封建，我说这玩意就是传统嘛，这个东西就是。你懂是吧？啊 ，OK， 是吴什么？吴玉茹。OK， 他们写的挺写的。兰亭不是不能学，但兰亭即使学成了，也很难出类拔萃，因为高手太多了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学里面的精神吧，对不对？我还没看过一个人写这个道符，不是个圆圈的，多半都是个 square 啊，是吧？圆的好看，好看。是不是很好看？你可不看一些地方的，它是。我说，一为熟字也，故难以出众也。你很难比较，比较不一样。是。OK， 好，你的名字。那写我先生的名字。对。现在六月了。你的先生叫金瑞是吧？何金瑞。我就写金瑞的。我说金瑞先生夫人于无论书吾乃名言之也，就明白告诉他。 OK， 很坦白告诉他想写什么。我们过段时间要搬家，我们在湾区要定居下来，所以说得写这个事情。中国有句话叫做居之安，也可以倒过来讲安之居。 OK， 好，这个大字用那个字，你要写名字了。不用吧，就跟他一样，就是你的款就可以了。你的也是这样的吗？我可以写个你的名字。随便，你要写名还不行？小群，小群。OK， 但是最好写先生夫人。不用，我们群众的群，群众的群。OK。
非常感谢。这是什么字啊？熟。熟。就是他要我写。对对对。因为我们这种很少写的。对。他要我写啊。对对对。然后我先生叫刘展秋，展开我秋天是应该值得吗？我要秋天，秋天我想才说要写哪两个字？心两个字，这里的两个字强制能干什么？嗯嗯嗯，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说法嘛，在这个自然选择除了树，师兄你觉得秋夕现在秋夕不要去了吧，成为一个物种，没有，就是一个特别的古代，嗯，可能就曾经是。啊，不，我这样的，尖个句有点重，你可以对对对，像你们俩，就是我们的名字，加个句子可以，嗯，俗，对，有点俗，加个句子。你们的房子是一层还是两层？那是可以，秋季屋，屋可以，屋可以，对对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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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往往一个商社叫什么什么，对，因为唐朝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，就下次买了，谢谢，买一个两层，再叫了，软身的一个，侧卧嘛，嗯，对。